你得咋回事啊？你怎么给人干活呢？没啥，我就是有空的时候帮邻居干点杂活，挣点零钱贴补点家用。啥？你缺钱？你怎么跟我说呢？我这有，不够存折俩有，你拿着。不是，孙铁军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我自己有手有脚，我犯不着用别人的钱啊。嫂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宋铁军的命是我大哥给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是当兵的时候，我们班执行任务去山里勘探，那天是暴风雪，我一个新兵蛋子，一天七个不服八不忿的，尤其看不惯我们班长的暴民，一天咋咋呼呼忍五忍六的。小李、林子，你们几个一定要保护好设备，天黑之前务必赶回营地。是，大家注意，一定要保持好队形，一个心跟着一个，千万不要走丢了。还一个跟一个，当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。之后，我就无组织、无纪律的满山乱跑，跟大部队走散了。过了前面这个山道，离营地只有三里路了，大家跟上，停止前进。宋铁军呢？宋铁军，啊，他愣在老师后边呢，刚才在岔路口还看见他。这小子是要抄近道，走山崖那边。那怎么办？兄弟，抓紧时间带大家赶回营地。林子，把旗子给我。班长，就两面旗了，您还要去找宋铁军吗？要不还是先回营地，先请求支援吧。宋铁军是个新兵，这小子风雪太大，肯定会迷路的，时间耽误不起。你回去之后，立即向连队请求支援。我现在回去，顺着山崖去找他。班长，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是啊。我是班长，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战友，保护西才要紧，赶紧回去，服从命令。是。
宋铁军。